好，今天青年向大家分享的是2023年的路虎揽胜行政，大灯测试，激活器。好，来通电师傅。好，现在咱们看到的是新款路虎揽胜行政大灯，原厂的日间行车灯。看一下细节啊，这是原厂的大灯。啊，左右日行灯跟老款的区别还是蛮大的。好，我们开一下近观。好，这是近观。来，师傅变一下远观，看有什么区别。这是近观，这是远观，这是近观，这是远观。好，我们这是转向灯啊，这是右边转向，左边转向，右边转向。好，我们全部打开，远近观全部打开。它远近观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。好，这两个独立的。好，它近观也亮，开远观的时候这两个开启。啊，近观四个。LED 矩阵透镜，好，远观，这两个小透镜闪远观。好，我看墙上的效果，这是远观效果，这是近观，远观，哇，远观灯还是很强悍，很亮。近观，远观，近观，远观。OK， 测试激活器组合。